保佑母子平安。Okay. 另外一個咧，花粉夫人，就係保佑善信，美貌如花，可以受人歡迎嘅。哇！因為灣仔都係一個煙花之地嘛。哦，那這裡肯定有很多美女來這邊拜拜啦。哎，你真啱啊你！有印刷街和喜帖街之称的立功街，因拆除重建而引起争议。近年，原有的街坊文化和人情味连根拔起，时尚商铺和高尚住宅引来风靡的生活品质之争，如今有死无怨。如今只剩下一间喜帖铺，坐落在新的立功街方向。